兄弟们，项链来专用，水清绝第一个，我靠，可以！水清神农加封印，水清神农加简易，第一个就出水清，不用着急换地方。腰带专用，去他妈的不点啊！腰带出完专用取消，转手就换到项链，速度很快啊！啪的一下，专用没弹，没有耗子未知。腰带白，腰带白，帽子永不磨损啊，非常的可以，非常的可以，比上一波强了。上一波的铺垫没有白给，205灵力好低，可能有特技特效。我操，在69级相当于最顶级的啊，三个特技之一，精晶罗汉加慈航，高等级的慈航效果不屌啊，偶尔会用，很少用。224的专注。水清常规啊，灵力突破了限制，灵力198，灵力可以说超级低了，140国标还181呢啊，这个灵力198，灵力超低啊，198，这灵力是一个特色啊，是个特色啊。特点呢，它不是优点，也不是缺点，就是特点。一般很少有人会有198的100灵力的项链啊。挑战全服最低，可能最低的只比它低一点而已。第一车10个装备4个蓝字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春天来了。160的衣服，乾坤挪移，金刚怒目，精青罗汉，琴音三叠，笑里藏刀，法术伤害减免治疗，法术暴击伤害，法术暴击几率，新特技金刚怒目，有没有160的专属特效？上播10个蓝字，实践装备4个蓝字。简易加法术伤害减免效果，逆天的双蓝字虽然垃圾，但是很时尚，有蓝字，双蓝字，利敏双加，双加好少。这个衣服的话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，160级衣服双加32啊，没有80级的衣服双加高，一个15，一个17啊。虽然双加低，但是它上限高，进步空间大，可熔炼啊。来，这个衣服有双加带特技。兄弟，你刚出了个32的，你他妈给我来个31的，刚来完卧龙又他妈来了一个凤雏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直播间容下了两个超级双加，在同一时间两个双加，这个衣物防御很高，双加来个31，刚才那个32我们刚嘲讽完，这个来个31啊，你看吧，还有更垃圾的，乾坤挪移双加屌爆啊，蓝字很多啊，鞋子白106 59 95 56 98 54 96 58，兄弟一定给我来个金刚怒目，带个风雨命中率，带个治疗，带个蓝字，带个永不磨损，再来一个蓝字啊，你就是一个金刚怒目。